还要一样东西，你还要啥子嘛？这个是不是那个照相的东西啊？啊，你用它干啥子？那有用呗。哎，我说老乔啊，我说你不是假借筹措军饷的名义来打我的劫吗？哎呦，这都什么节骨眼了，我打这个劫干什么呢？你说这个东西是能当饭呢，还是能蘸酱啊？好好好好，来，我跟你说，这可是我的宝贝，你可不能给我整坏了啊！教教我怎么用。晚辈儿，哎呀！成了啊！这回是成了，咱们这个计策。我看啊，哎，都整来了啊，都整来了。那先把这个大衣给穿上啊，马上去啊。是，往下。嗯，哎，帽子给我戴上。帽子给我戴上。哎呀，这还是哎呀，还是乔豆腐了吗？有模有样。老爷，昨天晚上那个当兵的又来了。他怎么又来了？你就跟他说，老爷有要事在身，没工夫伺候他。我说呢，可不好使啊。那个人他死皮赖脸就蹲在门口不走了，非说要见你一面，说要跟你说几句话，完事就走。好，你去把他喊进来吧。我们老爷说了，有请两位。好，我这饭也吃不安生。哎呀，翟老爷，我们又见面了。你怎么又来了？这次我不是代表个人的，我是代表我们东北军老五团最高长官前来拜访你的。啊，你看，这是我们团长的帽子，这是我们团长的大衣，见装如见人呐。我往这一站，就等于是我们团长亲自和你会晤了。代表谁也没有用，乔长官，话说了，钱没有。哎呀，误会了，今天绝对不提钱。你们今天来，我不是说了吗？代表我们团长和你会晤吗？啊，正赶上吃饭啊，那一起吃吧，吃饭啊，吃点，吃点啊，来，吃饭。坐啊！哎呀，来，准备出来啊！来，啊！把那鸡丝。给翟老爷一个腿儿，好，勺，好，俩腿儿，免了，来，翟军人，好，好，好，长官，小兄弟，天凉，慢饮，小心别噎着，小心。乔军到，咋样了？哎，谢团长，您看看，一切准备就绪，就等着小鬼子来，跟他们开干了。很好，谢团长。嗯，咱这把是真跟小鬼子干了。好，你说来，我就怕跟上回似的，说的挺好，北大营枪一响，全都撩了。啊，对了。你爹呢？不知道，没看见呢。酒足饭饱啊！你吃饱了吗？嗯，饱。饱吃饱了，干点正事儿。嗯，跟我跟这个翟老爷照张相。
好，当然，留个念想嘛，感谢你的热情款待呀，来，啊，不说，一定，哎，那个。嗯，我亲热点，亲热点，热一点，哎，好，来啊，热情，来，哎，好，好，好，长官，要不咱们再整一张？整，好事成双，啊，来，好事成双，对，好事，来，我给手，我给手，哎，好，笑一个，哎，好意，走，好，好，行了，以后咱们就是朋友了。 东北军那边有什么事跟老哥说一声，老哥给你办。还不敢，不敢，不敢劳烦而为了。那就这么地啊，就这么地吧。我们乔长官军务在身，等着他回去处理，我们不便多留。要不长官咱们告辞？告辞。那二位慢走。告辞了，二位慢走。告辞，告辞，告辞。福生，送客。嗯嗯，告辞啊，告辞，告辞。嗯嗯，请。 两位慢走啊！好，再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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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慢走，慢走。啊，好。这个照片一到手啊，这事儿成一半了。能行吗？不行啊！我咋觉得你啥事都没干呢？倒是吃了顿饭。这是策略，你不懂。啊，钱到手了。 行，那都行，都听你的。那咱接下来咋整啊？接下来啊，咱们找这个乔群和张志勇，下边的戏归他俩唱。哎，不知道大部队跟小鬼子是不是真要干上一仗？我现在都有点等不及了。你小子就是有病，大脑袋瓜子里不知道想的是啥。 一提打小日本，你比谁都精神。哎，你俩跑这儿来了，找你们半天了。赶紧换上，换上，换上，快！赶紧换上。啊，这是日本人的衣服啊！对呀，我逃课去了。哎，你这个犊子玩意儿，你爹在糊涂，能让你当鬼子？快穿上，有用。啊，那个，你们团长不是让我筹措军饷吗？啊，你们呢，穿上这身皮衣。 上宅局人家去一趟。哎呀，哎呀，叔，哎，你咋这招老高了？哎，绝了，我真服你老了，我。你属谁？那个爹啊，我们哥俩现在就去啊，保准把这件事给您办妥啊。勇子，嗯，走，拿着，拿着，快到，快去，快回啊。 来了！来了！啊，皇军，班长，为什么这么慢？嗯，你得过来，班长，把你家主子交出来。是，快！是，老爷，老爷，老爷。二位，二位，我得过去。哎，在下姓翟，这儿我做主。我们。 是皇军第九纵队，先遣分队的，前来牛镇侦查。我们收到了一个情报，说你们这儿窝藏东北军。皇军，皇军，您一定是误会了。我们这儿怎么敢窝藏东北军呢？哎呀，班长，皇军，是我们这真没有东北军呐！是，皇军息怒，皇军息怒。如果你们不信，你们进来搜，你们进来搜，让开你。 我们长官说了，量你们也没这个胆子。但是你们给我记住，如果有，那就是对我们大日本皇军的威胁。明白？明白。 明白，皇军即使借我十个胆子，我也不敢跟皇军作对呀。哟西，我。
我们还会不定期地过来检查，你给我小心点。关门！老爷，老爷，我寻思着这小鬼子怎么又到咱们家来了？那咱们家可从来没来过东北军，就这个大脑袋，他没事总到咱们家来，是不是小鬼子从哪得到了这个消息？以为咱们和他有关系？夫人，真是那样，这他妈就麻烦了。你记得吧？我跟那姓乔的照过相。这日本人要是知道了这件事儿，我他妈吃不了兜着走。拿出来了，拿出来了啊！哎呀，哎呀，就按你说的那个，哎呀，整出来了。这是怎么回事？你老吹着干啥呀？不是，人家说了，就这么吹，呼着呢就行。别老吹，你看脸都让你给吹大了。跟我哎，他害怕了，有点害怕了。你看，咱要的就是这个表情。你看我笑得多自然。他就没关。哎，他这他们也来了。哎，怎么样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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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，成了这事儿。按照您的吩咐啊，我们俩一去呢啊，刚一进门啊，我啪啪两脚给那俩人就踹那儿了啊。然后我最后跟那老头说啊，我说你小心点啊啊，早晚我还过来啊，怎么办？你自己掂着来啊。吓得我连个屁都没放。那个踹的是谁呀？我踹的那个跟班，我没踹老头。你放心，放心，老头别踹，岁数跟我差大。没踹，没踹啊！我就拿刀比划他来，那就行了。没怀疑你们是不是？哎，你问他没有啊？就把这个啊，家伙往身上一呼，叽里咕噜的又是八个鸭绿，又是游戏一说啊，啥人都没怀疑。胡了，坐，坐地，坐里呢。あ、いえ、学長、何かご用ですか？あ、別に、今の状況は聞きたい。我々は武力で、中国を征服しますか？ふん。征服したいなら、先に満州を手に入るが。満州は、我々の手に入ったので。もしかしたら、中国の全ての占領を考えているのだよ。それは目的だ。だったら、尋常を空襲して奴らに力を見せつけ向こうの戦闘力を奪えますか？学長、それが目的ですか？学校にいた時、正義感を飛行機につけてほらこうでダ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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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壊せるのだ。我が帝国、抵抗する人を全部殺す。私はこう思います。奴らはみんな弱虫です。我々の激しい攻勢を受ければ、奴らは必ず我々から逃げると思います。機関銃を飛行機につけるなんてすごいじゃないですか。我らが推進すれば、中国全部大日本帝国のものになるのだ。2ヶ月前誰も信じないのだ。2万部族の関東軍部隊は簡単にそんな巨大な満州を手に入って、その時誰が信じる？誰も信じないんだよ。哎呦，乔长官。哎呀，乔长官，您怎么又来了？不欢迎我们啊？哪儿的话，哪儿的话呀？我是说，哎，您再次光临寒舍，一定是有贵干呢。没什么事儿，路过啊，完了把那个我们俩合照那个照片呢，给你送过来了，看看，得看看啊。咱这老哥俩照的多亲热，是亲热。这那行，那照片就放到你这儿了，完了咱们就告辞了啊。好，乔长官。哎，请留步。容翟某斗胆问一句，哎，除了这张，您手里是不是还有一张啊？啊，对呀，两张，咱俩一人一张啊。能不能把你手里那张
也给我留下。别爹，你一张我一张，咱俩合照嘛，留个念想多好啊！啊，是是是是好，他的他是好事儿啊。可是我觉得这个，我怕乔长官鞍马劳顿，又到处去筹集粮饷，这万一要出点闪失，就不如放我这儿，他安全呐、啊。没事，指定丢不了。我跟你说呀，除非是什么呢？就是跟小日本打仗，容易丢三落四的把照片落到战场上。不过我没关系，肯定会。啊！我他妈就怕这个照片到小鬼子手里。你说什么？没事啊，乔长官，我是说呀，干脆您就把那张照片留下啊。不是，你们。乔长官，这个我想起了个事儿啊。这前些日子您跟我说过啊，让我给东北军捐一份粮饷。您看这样啊，照片留下，钱马上就捐。真的？君子一言，驷马难追。照片留下，钱马上就送过去。啊？不是，你怎么这么稀罕这个照片呢？我这里不会有别的事儿吧？没有、没有，乔长官一定是误会了。我呢，就是真的喜欢这张照片，我实在怕它丢了。至于什么捐款呐、什么粮饷啊，这照片呢，这跟这都连不上，它是两码事儿啊。哦，不关联啊。哎呀，不关联。我想也是不关联啊。那行，那回头你们就把那个军饷啊送到部队上去，我就把那个照片给你，好不好？好，遵命，告辞了啊。好，恕不远送，恕不远送。团长，您还没告诉我来这干什么呢？我要多问，有啥子可疑的情况，请去通知我。是。哎呦，老谢啊，这事儿咋办？你不也一样吗？坐。老谢啊，上次你交给我的那封信，我已经转交了满洲省委，组织经过开会研究，对你谢铁华同意你的入党申请，并做如下工作安排。上级领导的意思是还是让我们自己拉杆子。组织认为九一八之后日本侵华的行为已经暴露无遗了，国民党如果还是采取不抵抗的话，那么整个东北就会落到日本人的手里。老谢啊，你不要着急，张学良毕竟是东北人，不会眼睁睁看着东北就这样落到日本的手里。再说了，你现在是东北军，如果张学良下令开战，那你就好好的配合他。如果张学良和国民政府还是现在这个态度，那你就想办法组织力量。我明白，我会死记心思。あ、ちょっと待って。谷川上尉。学長、なんでここにいるんですか。どこに行くの。報告、軍事空港に行く途中ですが。どうだ。向こうの状況はどう。東米軍は多数のドイツ製の戦闘機を押収しました。私たちと比べて機能は悪くない。しかも順調に利用できます。よし。弾薬はどのくらい？すべて使います。全部で175。私の命令だ。戦闘機待命しろ。はい。でも空港の報告は天気が悪く、目標が見えにくい状態だと言っています。
気にしなくてもいい。重要なのは威嚇力だ。東方軍にひっくりさせるのだ。下方から撤退させろ。抵抗を放棄するのだ。はい。すぐ命令を伝えます。あ、待て。今夜6時に僕のところに来て、君に話がある。はい。こんにちは、石原さん。読売新聞の記者です。国内外ともあなたを心配している。何か言いたいことがありますか。じゃあ、何が知りたいのか。張閣僚は尋常に大軍を配置し、戦機を逆転する可能性がありますか。それは不可能だ。我々の皇軍はそろそろ尋常を爆撃するのだ。今回の行動は江学良に見せたいんだ。蒋介石に見せたい。中国の共産党に見せたい。それに日本内閣不安分子に見せたい。国際連盟、ソ連とアメリカも、とにかく全世界の人に知らせたいなのは、我が関東軍は撤退的に満州を占領するのだ。满身都是血，妈老吓人了。妈，没事儿，梦都是反的。您不是也说，我叔他们福大命大，肯定不会有事儿吗？啊，是，希望这爷俩没啥事儿。这兵荒马乱的，也不知道爷俩在外边啥样了。哎呀，你说这个乔群也是的啊，整天在外边跑啥呀？也不知道心疼心疼你。妈，我三哥是有正事的人。咱不能因为自己而拖在后头，不是？这乔豆腐也是的，这找儿子找多长时间了？按说早就该回来了。哎呀，也不知道这爷俩在外边到底混个啥。爹，我爹呢？干什么？爹，出来！没人吗？啊，没事了。没事，没事，没事。你没事啊？我没事，你没事吗？妈没，我没事。你那个护身符呢？啥护身符啊？给你的护身符呢？揣着没有？不是，就那黄纸啊！啊，早给扔了，我都。你这个犊子玩意儿，你什么都扔啊？没用啊，那个。什么没用啊？狐仙送的那是。你这
不是啥狐仙给的灵不灵啊？那玩意儿，首先你得信，信就灵。快穿穿上，快！不是，那你呢？我，你有你就有我。快穿上，穿上啊！我呢？我没事。干啥呀？找啥呀，爹？你废话，我找完了你就找锅呗，我能找啥？这啥呢？呀，是啊，那锅呢？锅哪儿去了？算了算了，炸飞了。不找了，肯定是炸飞了。别找了，不找了。哎，您坐这儿。没事哈、啊，眼镜出事儿，回头我给您弄一个。回头给您弄一个。崩的呗。啊，崩的哈。爹，眼睛没炸着，眼镜。快！啊，您赶紧抽根烟。哎，压压惊。嗯，我跟您说，刚才吓死我了。啊，我一听炸弹响，我就往我爹这头来。老田没事哈、啊？没事，非要过去找你，拦都拦不住。哎呦，您找我干啥呀？嗯，不害怕哈？害啥怕呀？哎呀，头一回让你这么舔吧我，高兴呗？废话，舔吧谁不高兴啊？你当你爹是圣人呢？那我以后天天舔吧您。行，我让您天天高兴，天天舔吧我，天天舔吧您。我现在我就舔吧您。哎，行，我给您找锅去。找锅，锅呢？那崩哪儿去了呢？得找锅。锅崩哪儿？你说这玩意儿，爹。啊，这儿呢，嗨，这儿呢，别动啊，我看，先拿着锅饭啊，哎呀，别动啊，来，你别动啊，这儿呢，别动啊，我看，先拿着锅饭啊，哎呀，小心点，锅也姓孙，磕锅头了，哎呀，今天我是双喜临门的。老爷，这可咋整啊？我真是糊涂啊。我就不该跟那个大脑袋照相，现在好了，惹出大麻烦了。是啊，这照片落到小鬼子手里，咱们这个家可就全完了。去，到后院地印子里，把那条银元给我取出来。愣什么？快他妈去呀！老爷，那可是3000现大洋。我知道，有什么办法呀？照片现在在人家手里。这鬼子要是知道这件事儿，还不得以为我跟东北军有联系啊？哎，那帮犊子手黑着呢，要想杀我，就像碾死个蚂蚁，碾死个蚂蚁。是，那是。何况东北军也是以抗日的名义。如果我翟某人不舍几个通板出去，也辱没了我的名声啊！啊。那舍个3500也就得了，这蚊子再小它也是个肉啊。你不懂，小了小气的事儿翟某人不干，要一毛不拔，拔了就得吓他们一跳，让他们记着。富生，你知道这往后谁胜谁负啊？老爷，那报纸上可说了，这铁路沿线的火车站都被鬼子给占领了。那也不一定，张学良的身后站着个蒋介石，这万一哪天杀回来了，老爷这笔钱可就捐对了。老爷，那要捐错了呢？嗯，就全当我买个抗日的好名声了。走。兄弟们，来呀，吃肉喝粥啊！来，吃饭了，开饭了啊！兄弟们，来，有干有席啊！来吧！咱有干有席，端住喽！好，来，走一个，方连长。报告，谢团长手谕。看着啊，小乔，哎，来去，哎，来坐，自己拎窝头啊，兄弟们，哎，这枪，哎，这个你不是平时老说你有文化吗？啊，来。我考你个字儿啊，这个字念什么呀？你什么意思啊？
我考考你，这个字念什么？你考完事再考，我这还忙活着呢。哎，别，我有正事儿。给个面，考考我，请教我是不是？啊，对对，快点。念签。签。哎，什么意思？罪过也，过失也。什么呀？我看啊，你打发电吧，打发电。哎，你来，来，老爹，哎，来给我来一个，来了，这，来，等会儿啊，老爹，哎。别这么着的，大伙看着呢。你塞里去得了啊，塞的饱饱的，没准这是最后一顿饭。啊，那什么，过，再窝头，这没多少，行啊，怎么样？吃啊，来呀，叔，叔，您老这也辛苦老大半天了，不能就整这个呀。没，我一个闲人，我这不有这个吗？快去！你这玩意儿能吃的吗？有什么？这不有这个吗？快上那边吃去！爹，你把我这个，你去，快！我饱了，滚蛋！真的，我有这个，快！你干什么你？不用，我这是。那个兄弟们，今天的窝头不好吃啊，杂货面还有坑蹄子，但是大家也要吃饱了肚子，因为什么呢？没准啊，这是最后一顿饭了啊。老乔，你啥意思啊？把话说明白了，这是军事机密。来，快点，都跟上，快跟上。乔说的没错啊，我刚刚接到了谢团长的手谕，弟兄们都给我听好了，小日本的大部队已经开过来了，离牛镇还有30里，30里，都给老子撑饱了，一会儿好跟小日本对命。辛苦。哈哈，诸位壮士辛苦了。哎，来，过来。哎呦！这是啊，这个与兵同乐，在一起吃吃饭，用用餐，同乐。翟举人啊，等你半天了。哎呦，乔长官，嗯，翟某人姗姗来迟，恕罪，不敢。哎呦呦呦，不用啊啊。你什么东西啊？哎，哪来的乔长官啊？哎，那什么，昨天呢，我去花园去了，我弄了点大个儿，别给我面子啊！你脸皮怎么那么厚啊？那个，介绍一下啊，这是我的长官，花长官啊，一等的壮士，取上将之首级如探囊取物一般。幸会，花长官，刚才你的讲话在下都听见了，深表敬佩。此乃国难当头之际，幸有此事，乃国难不幸之万幸。那个等等，来，哎，老乔，太酸了，实在受不了了。我呀，全权委托你啊，继续跟他转。啊，这个乔长官啊，你陪一下这个翟啊，好吧？好。哎，哎呀，这个军务繁忙啊，
有什么事还请翟举人直言。乔长官，根据你的意思，翟某小备了一份薄礼，犒赏三军。哦，一坛酒，三袋米，还有点猪肉，何足犒劳三军呢？乔长官此言差矣。来，请过目。乔长官，请赏脸。我的，你这么的，翟举人，肉啊米我留下，你把这个抬走，赶紧。别，赶紧，你听我。乔长官，你这是不赏翟某人脸，这抬来了岂有抬回来之理？来来来，乔长官，别上来，一份心意。干什么呢？那个，长官，请坐。这个我觉着，老乔，人家好心好意送过来，你干什么？退回去吗？人家出钱，咱们兄弟们卖命。对对对，对不对？是是是。来，兄弟们，拿这些钱换酒喝。必须，大家在打完了日本人，欢迎请你们喝大酒。你拿这个东西，咱们买点急需。打完日本，大家在有粮吃，有菜吃，这是真格。啊！没想到姓翟的老家伙还他娘的挺大方，这要是在奉天啥也别说，咱立马去耍大牌。来呀，你干啥呀？我他妈就看不惯你这样。我哪招着你了？你他妈皇军啊！你他娘的看不惯，以后还少看。看什么呀？看，咋的？反了你们！啊！哎，打你！打我！哎，你就不信了？我跟你说，这个你要的东西，我可都带来了。给狠了，给狠了。咱哥俩那事儿啊，哎那个这儿你看看，你过个目啊。好这样吧，你们公务繁忙啊，翟某呢就不多打扰了，告退告退。多谢退。你听我说啊，我想过让你破费，但没想到让你这么破费啊。不客气，多谢告辞。多谢多谢啊，兄弟们，多谢，告辞告辞。多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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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告辞告辞。快点，集合队伍，马上出发。去哪儿啊？少废话，跟上大队走。这都是一帮什么人呢，老爷？哎，你看看都没了，这一群毒人。不是，再去备份厚礼，我要马上面见县长。你就别提县长了，那老小子昨天半夜就跑了。你说什么？我说县长昨天半夜就跑了，他早上还找人托个话来说以后牛镇呢就交给你了。当兵的跑喽，当官的也跑，
你马上去通知牛镇的卖户人家，都准备一面日本的膏药剂。啊，老爷，你这叫什么？就不怕别人说你是？是什么？汉奸！方春娘的狗臭屁，他们连国家都不要了。眼下是日本人当道，这个汉奸，我当了。